一耐時間睇下我哋嘅小魔術師究竟表演成點啦！我而家咧每畫一個波，而家咧我有三個波，一個、三、四。我將第一個波擺喺中間嗰只杯度，敲一敲佢就會跌咗落。好，我再試多次。 之後咧，我將第二個波擺喺我隻手度，然之後咧，我放手咧，即刻跌咗落去。好掂啦！而家呢度有一個波，將個波咧擺咗喺第二中間嗰隻杯。記咗嘅，你估喺邊？係啊，冇錯，呢度有一隻三個波，多謝大家。